我记得第一次打电话向您发出邀请的时候，你说的那句话实在是令我难忘。您是这样说的：“匹夫有责。”对对对，说起来呢，我是个不老不小的北京人，因为我呢，在北京已经度过78个春天了，那您说我们今天晚上能成吗？我认为是今天晚上我的心情跟大家一样，很激动又很喜悦啊！我希望那个咱们2000年的奥运会能够在北京召开啊！那就托您的吉言了。谢谢。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的京剧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右上角的加号，然后选择添加朋友，然后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京剧668，京剧拼音668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京剧名段大全，点击关注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京剧名段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研究院。京剧名段大全每天为大家推送一些京剧名人名家名段，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像这种的余奎志老师的剑干河边。我们每天都为大家免费推送
这些都是免费的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